这看着给完全给香港电影上那种去取货了，那货仓突然出现，这是 DKSD Stop。这运行的不慢。挺有劲儿，这面条儿。hot dog hot dog。直接放，哦，这就可以运作垃圾袋。这是一个大的垃圾袋，直接运作了。这么厉害，好了，这是不让进，这修电梯的，这电梯坏了。电梯有毛病，修电梯的。电梯有毛病了，然后这边是糖果店，它是分那个货梯和那个行人的梯，不一样的梯啊，不一样的梯，小朋友。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。像是学校运动会吗？这是购物，等到那个感恩节和圣诞节的时候，购物应该还是一波热潮比较多。满载而归，购物热潮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